下跪，刚出锅，刚出锅的时候肚子特别鼓。凉之后它热胀冷缩会缩一点，小腿里也有肉，看，再来个肚子，发的都是熟食辣炒的，做好的回家可以直接吃，或者是热一下，热一下更香。然后有的人就喜欢凉着吃，都可以，看个人。